看我黑进对面的电脑，删光他们的数据，还差一步。天哪，我瞎了，是跳闸了吧？不是，我们没交电费被拉闸了。太棒了。算了，再信你一次。有人吗？你来啦！妈呀，谁去了？这周是节能减排宣传周，我是老年土地环保发展委员会计划小组的形象大使，当然要以身作则了。那这算什么？这个是新科技，太阳能发电。太阳能？哎呀，不要在意这些细节。怎么样，你那边还 OK 吗？师傅，吕先生不中了。难不成我们也要降低质量，压缩成本？万万不可，这是一场赌上我们资客尊严的艰巨持久战，一定不能比谁更便宜，要比就比谁耗得起。是，弟子谨遵师命。哎呀，坏了坏了，好像忘了交电费了，我得赶紧回去。这能行吗？你好，乐城旅行社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哦，打错了。叫桶水吧，饮水机没水了。同志们，坚持住，明天局部地区阵雨，马上就有水喝了。谁？我数到三，再不说话我就不客气了。三。我的天哪。没事没事，我躺会儿就行了。只能去找师傅借粮了。师傅，您那次说的法子不灵啊。那次哦，那天我赶着回去交电费，其实还有后半句没说完呢。那这后半句是什么？后半句就是很多人耗着耗着，耗到最后都嗝屁了。是吗？哎呀，慌则乱，急则疲，事情未到最后关头，谁输谁赢还很难说嘛。这又是什么？拿去贴在门口，不出三日必有转机。真的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真是天要亡我呀！完了完了！行了，别说了。这下真的是使得不能再使了。有完没完？虎妈，你看那他们先压低成本，然后强制游客消费获取回扣，还请黑导游无证带队，导致全团食物中毒，大批游客都去有关部门投诉举报，现在查出原来他们还是无证经营的黑旅社。师父，我成功了。
这阳光的感觉。